一定要看的、我很少演出的。也一定要看，因为我很少跟那么多大牌一起，是希望大家都支持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各位边上下。然后接下来慢慢回到来右前方。来中间这边。好，来。好，接下来到中间。做颜色是一样的，我同样两个颜色，可是我还偏蓝。来中间第二排啊。来中间，中间。好，接下来。左边，左边，来左边，左边，来左边，左边，台湾走低一点。好，来左边再看一下。好，左边看完了吗？好，看完了。来中间，来中间，中间官方，来白衣服官方这边。好 ，OK， 非常帅。来，两位脸转一下，脸转一下。我们的手艺会八二七这么重要，好，好的，来，我们先右手边，来先右手边，然后右边，右边，来视线下面，然后再来中间，来中间，中间，来左边右这边，来中间，来我们大家需要的那个挥下手，来中间，来中间第二排，来中间第二排，来中间往上看第二排，第二排的部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左边，来，好好好，来，我们中间中间后面先来一下，好，来我们左手边，左手边的上面，左手边的上面。这句话太好看了，好，太好看了，来，耀仁。大家好，我是张耀仁，我演的是保全沈安义，在戏里面是郭彦峰总裁的司机，然后因为当司机这个工作接触到了风暴的核心。那必看的理由呢，就是这种拍的方式以前没有过，未来也不知道会不会有，所以要看。好，必看。好，谢谢两位。看右手边的下面，右手边的上方。接下来我们中间，来这边，右边，来中间下方。来两位这边，好，来来来，我们需要视线直接正对的 Q 一下。这边，好，来两位这里哦，好，来来我们中间的上，左手边下面，好，左方下面，这感觉警察杀手的颜值度好高啊，两位右边那一侧，来左边，哎，好，左边上方，来哪边要补，来右边，右边再补一下，来视线一次哦，好，我们哪边要补的？好，没有碰到我们身上，来，我们请大家先介绍自己的角色，还有必看那边怎样，这边 OK 的一句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平，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一个杀手，叫马龙宝。我是史奈达集团所用的一个杀手。其实我在戏里面是一个非常冷血，还有非常冷静的一个杀手，但是同时另外一面是非常有情有义。那其实在里面还会接到一些命令，是要杀我的救命恩人。那到底我有没有把他杀掉？那请大家一定要看故事。对，避开的理由就是有没有杀掉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月琴。那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刘东。那他是一位基层员警。那因为遇到了这个 ATM 的盗款案，所以他进入了专案小组。那在剧中，我同时也是这个刘小妈的堂哥。对，那就近我跟 Eric 还有。旁边会三个人会有如此生命的发展，对，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我们，你那边怎样是 OK， 谢谢。好的，谢谢两位，等一下我们先进去 standby， 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好，帅气颜值这边，来右手边下面，还有右手边的上方，来两位这里。好，接下来中间，来中间，中间，来这边，这边，来中间下方，来两位这边，好的，好，接下来中间上方，来上方上方最中间的地方，来接下来，哪里哪里，好，接下来，好，中间下方，好，来来看这边哦，好，接下来左手边，来左手边下方。接下来，来左手边上方。没电。哦，感觉有这么帅气的财团跟。对，然后他是一个集团的少壮，
大家心里有什么负担呢？因为他不管做什么呢，都收不到爸爸的一个信任，然后不能当接班人，所以做了很多坏事。对，啊，避开理由就是贪多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问题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关婷，我在戏里面演的是罗庭娟，她是一个台湾的警察，后来辞职了去新加坡调查一些案件，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过程。好了，我们看到比较正义的样子，避开我们惯常正义的样子。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大家来找出自己的照片，然后我们签名留念在这里。好的，谢谢两位帮我们签名留念，谢谢。好的，好，右边的上方，然后我们左手这边，好，两位这边，中间，来中间下方。这边，中间的上方，来这边，这里。好的，我们正上方正中间。来，两位这里哦，这里。好。左手边，来左手边下方。来，下方。来。